身体拜拜拜拜。啊哦啊哦，音乐停不下来。啊哦啊哦，身体跟着摇摆。啊哦啊哦，音乐停不下来。啊哦啊哦，身体跟着摇摆。我是任性小糖，来吧小伙伴，跟随着我疯狂。糖果世界精彩，梦想近在眼前，就等待。宝藏，这次我一定要搞到手。感谢各位光临小店，为了回馈朋友们平日里对包好吃的支持，我们店今天将举办一场绘画比赛，优胜者将获得神秘大礼。神秘大礼是什么？我要大奖，我要大奖。难道是包好吃的宝藏啊？这个大奖我要定了。比赛采取积分赛制，看谁能成为最后的大赢家。第一关考题，画包子。画包子，想不赢都难。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形状饱满的包子，简直就是完美呀、啊！啊，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！哦，瓜先生，你这画的也太像照片了吧？有吗？最近不是很流行写实风格吗？我画的画呀，就是这种风格。写实风格，好像有点意思。黑美人，快看看我的作品。哎呀，画成这样也敢交上去啊？哇，实在太惊艳了，充满了印象派的气息。这么丑都有良，你这是走后门吧？我要投诉你。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，瓜先生，这是我用包子线画的画，名副其实的包子图呢。你闻闻，有包子的味道。哇，好香的包子，就像真的一样。第二关，我们来画不倒钉。不行，我得拍到不倒钉完整的样子才行啊。不会被发现吧？很逼真，逼真到好像还能闻到奇怪的味道。喂喂，不倒钉根本不是长这样好吗？你们找我吗？绘画大赛已经接近尾声，最后一关大家随意发挥。其他人算什么？只要打败阮小棠，我就可以拿到神秘大奖了。哇！看我的！看我的！看我的！哇！哦，天哪！
恰到好处的留白处理，黄金般的完美切割，眼看磅礴大气，近看暗藏玄机。我也是无憾了。又这么夸张吗？我看看，啊，真的好大一片留白处理啊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这只是一个点好吗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这可是一个如同浩瀚星辰、超凡脱俗、精美绝伦、充满无限可能的点呢！啥玩意儿？什么烂画？毁掉！毁掉！啊！我的画！瓦先生，我让你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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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好可怕、哦！瓦先生疯了吗？快报警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拿不到大奖，我就把比赛毁掉！光先生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先生对不起。完美的颜色搭配，出色的泼墨技巧，大师作品呢、啊？瓜先生，你简直是个天才！哇，瓜先生是个艺术家哦！瓜先生，虽然你把包好吃搞得一团糟，但这幅画的确是上乘之作。我宣布。瓜先生成为包好吃首届绘画大赛的优胜者，获得神秘大礼一份。哦，太好了！哎，我是优胜者，我得奖了！哎、快！大奖是什么？能、什么东西啊？又是这个，这个就是大奖！我一直都想得到的黑美人字画像，你居然撕掉！迈开梦想脚步不会停住，奇妙的糖果组合会刷酷，异想天开旅途等待你加入，疯狂小糖快乐过度。梦想糖管住着小人物，吹着口哨犯迷糊，脑袋又是短路，连睡觉都在画着梦想地图。